世界级的太阳剧团即将就要在19号正式开演，他们今天难得的公开了幕后的准备过程，优电 TV 也透过镜头带观众一起直击后台。华丽的特技加上夸张缤纷的服装，总是让人看得叹为观止。世界级剧团太阳剧团19号将正式登场，而难得的也在表演前公开后台花絮。主体防护网防止表演者从高空掉落，表演者身上的防护措施更是做得滴水不漏。对于太阳剧团来说，最珍贵的资产就是每个表演者，但这处丛林森巴可是暗藏秘密，要让观众不自觉地沉浸在表演里头。 We will put some drops of grass oil, so it will make the big top smell like grass.直击后台，深入每个帐篷，还能见到剧团演员最近距离的练习，还能难得的看到所有昆虫服装幕后维修的样子。This area is extremely dangerous. Everybody knows where everybody should be. So if somebody walks here without knowing what's happening, he's gonna be hit.演出前的所有细节都不能轻忽，每个演员的道具都是依照演员身形个人化定制，而拉起的黄蓝大帐篷更是宣告着距离正式表演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UDN TV 蔡宗儒、李志轩台北报道。